我们一般制作自贡扎染，扎结和染色完成需要半天时间。选择的面料有棉麻、丝缎、灯绒、平绒，还有皮革。通常我们会先绘制底稿、打板，调好浆糊就开始刷板。接下来会进行扎结，再将扎好之后的丝巾放入清水中进行浸泡，再放入染缸中染色氧化。植物染料有板蓝根、苏木、鼠梁等等，它是健康又环保的。自贡扎染工艺性强，以针代笔，色彩斑斓，扎痕耐久，晕色朦胧。一根针、一根线、一桶水和一口锅，这就是自贡扎染的魅力。徐姑爷，哎，到位了啊！哎，新出来，来看哈，哎。哦，东西还很多嘛。哎，我是1992年参加工作在自贡扎染厂的，当时我是在厂里去做财务的，去了之后才开始接触的自贡扎染。从最开始拆花布做起，到后来扎简单的图案，再到后来更复杂一些的图案，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了。在当时我们这个中国的市场上都是以青色、蓝色、白色为主。我到扎染厂过后，首先我们创新，除了在设计上、在花样上创新，在色彩上用的功夫更多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色彩斑斓，这个很是吸引人。自贡扎染厂以前叫自贡市拔染工艺厂，生产拔染、防染和扎染。后来因为扎染发展得很好，就直接改名为自贡市扎染工艺厂。当时正是自贡扎染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。所以在当时，我们自贡的研究人嘛，能够创建自贡扎染，感觉很荣耀。2004年改制的时候，我和当时厂里的厂长徐仁杰，他也是我的姑父。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组建了自贡市天工艺术品公司，就是想一起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。这都是源于对扎染的热爱和对传承的执着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们公司的主导品牌是勤工节，扎染壁画、传统的扎染丝巾，这一些都是属于勤工节的。勤工节的产品，它会更注重于传统技术一点，会更古意一些。我个人呢，就做了个人品牌，叫离子染，它会更年轻、更时尚。钱夹、手包、钥匙扣，还有首饰，这些就是属于离子染的。小张。做得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还是做不到。我们公司大量的产品，外加工基本上我们都集中在了新民乡。在90年代的初期，自贡扎染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。当时的厂长徐仁杰在乡里一宣传，就来了40-50家的家庭妇女。就这样，扎染的这颗种子就算是在新民乡扎下了根。当初为我们加工的老扎工，现在他们的2代、3代。都加入了这个队伍。我最近想做一个新的产品，就想把这幅盛世关灯图的这个局部，这幅骑马的这幅图，把它进行一个再创作、再设计。那是以马为主题，然后和丝巾结合吗？对，就是随着80、90后的人步入社会，消费主力人群更加年轻化，也更加注重传统工艺品的实用性和美观。我们要设计出更多更好的产品，走进大家的生活。我们的创新离不开传统手艺，传统手艺是根，创新是花。把我们的品牌的价值观、审美观，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，通过我们的产品传递出来，让大众认可接纳非遗文化，
而且产生共鸣。我是四川非遗手艺人